我们现在在那个淡大吊桥，那就是钢便桥啦，就钢便桥。然后没有人在围啊，这摩托车不知道能不能骑过去，那骑到二分锁。然后今天的水还蛮多的，嗯。好，你看看蓝天大景，好，嗨，然后现在从这边开始踢了，啊，三大吊桥，大吊桥。三大吊桥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走了哦。啊，这是我，我们今天来挑战那个，啊，我们来走，来探访六顺山，来长征白骨，从现在开始，嗯。好，很好，快点拍张 ，OK， 很好，好，好，然后我走，哎，哦，走起来，哎，好，有桥就不用涉水了，哦，以前呢还要自己涉水过来了，有这钢便桥方便多了，不过它过一些时候它要拆掉了。我们现在徒步，哈，就从一开始就徒步，哈。明白，明白。这一处有一个新的崩塌点哦，哎，车子也过不去，可以了，可是反正现在车子不能过了。好，零 K 哈，我们从零 K 开始，然后单大吊桥在这边，来，在这来，啊，单大吊桥哈。我们还会再来走一次，哎，下山再一次。哎，来，小文来拍一下。我们走在丹大林道上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三公里处，啊，我们要前往二分所。二分所呢是在四公里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还有一公里就到二分所了。那我们早上是7:10起灯啊，然后看我们走到二分所是几点，到时候再来看。预估是应该是1.5小时就会到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终点是在六分所，好，那23K 要踢23公里的林大，好，今天太阳大了，还有小文有带那个雨伞可以遮阳，雨伞的好处呢，遮阳遮雨，啊，上厕所也方便。对啊，多好啊！可是我不用了，男生不用，男生很简单，就是我，哎，超级啊，就是我。我们今天是要去走丹大
进出，好、哦，然后六顺七彩卡色，好、哦，我们还会拨一点时间去卡色溪，好、哦，去看一下，探勘一下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噔噔噔噔，我们7:10从丹大吊脚出发，我们10:05走到三分锁，这是三分锁。哦，床板，床板可以住，然后这一边的可以搭帐，小小一个。你看今天的蓝天大景啊，啊，这个位置大概是9.5K 左右，三分锁的位置大概9.5K。太阳这么大，你看，那是10:15。啊，继续往前看。电塔，电塔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。要越过好几座呢。好，继续努力咯。好，这里是 11K 的地方哈，一个稳定的水源， 11K 的地方。好，不过我们今天也不用补水了，我们水还够。稳定的活水源， 11K 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0:40了，还走 11K 而已。不过在时间范围内没有问题。今天预估大概3:00就到了，到6分钟了。不能太早到，太早到了不知道干嘛，就不能往前推。好，继续哈，你看今天天空蓝色的哦。哇，这种大热天来走这个频道会很晒啊，所以啊，一下背个雨伞。或是那个遮阳要遮，我们家小文就很聪明，带了雨伞，我就没有，我就只能用头巾啊，能把自己围起来就围起来。啊，领到还好走了，不走 ，OK。哎，我们在12K 休息啊。12K。那这以前是公车了，现在已经涨停了。你看，它的四轮的车都可以走了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车队，四轮的车队。那现在到7载5四轮都可以走了。它那种什么开放说寻根之旅，车子就进来了。他们只要去申请寻根之旅，车子就可以开到7载5。不过就这样子、啊、我不建议开放，反正一马路就踢啊，就大家都踢啊，不要开放就好了。对啊，不开放人比较少，走起来又舒服啊。OK。我们到嘉年端部落了哈，嘉年端哈，
哎呀，14K 左右，好，然后在14K 左右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天马湾，哪有天马湾？从16公里到20公里，好不好？哇，天气炎热，哎呀，哎，真辛苦。啊。啊，继续哈。哒，你们看看呐、啊，我们到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，哇，停机坪呢，哇，看看，然后看到这个这么大的停机坪，就知道我们已经到六分所，在这里，六分所，嗨，小文，哎，很辛苦哈、哦，明天更累。呵呵这边这栋，原来是那个是台电的，那这是那栋，啊，这是我，应该就是，啊，左上楼梯。是光疗哈，啊，给你们看看里面哈，很熟悉哦，里面哦，很熟悉哦，啊，哇，你看看，很熟悉哦，这可以睡四，这6个人、8个人可以睡啊，那这个也可以，啊，这个可以睡4个，这个比较小一点，啊，这个也是4个。啊，这3个人的，哎，这个我们可以睡这里，这个不错，那个没有关系的，不会掉下来的。嗯，啊，下班吗？好，下班。我们选好房间了，因为我们怕我们那种2个人而已，那个8个人跟6个人给别人睡，有的人比较大队。啊，这是我。好，我们要去水龙头那边装水滤，然后补充水分。好，明天早点出发哈。好。云雾飘上来。现在我们到一个废墟探访一下。对啊，开门看看，这里可以住人啊。
对啊，很厉害啊。而且你装的天花板好。对啊。而且老公这个柜子还可以放东西耶。好，老鼠柜。我们很多，我们很多可以的，勉强的，嗯，其他当然好。对啊，我们先看，所以这边，嗯，电视可以做类似的。哦，有那个，对对对对。对对对所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吧，哈哈，你猜猜吧，这里是六分手的对面，六分手在对面。天气很棒哦，美味